Hello YouTube， 我是 Ken， 他是 Emily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一个不给巴当的这个废弃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废弃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进去看看什么样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等下见。OK， 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了。不好意思打扰，因为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已经是废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进来看看怎样的状况。大致上是这样啊，整个废弃的碗，以前是那种玩游泳啊那些小孩子，然后大人也是来的地方啊，可以看一下了。这边也是有人用的啦，这边，然后这边就废弃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基本上外面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只是来拍一下而已哦，没有怎样的去探索。所以我们走了。是走对。